就是管他的，很多时候就是说他硬要考，开不出啊。你有汤匙吗？不用，没有啊，我没有汤匙。本来那个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要来，后来他确诊了。有啊，确实。他购买这堆指挥器的跳脚的他们就是说有时候笨的、啊、笨就这样吧，你说笨在哪里？国际形势他搞不懂，人家怎么在玩的？可是他一直强调他自己的。我好厉害，我最厉害啊！没有，他一直强调他自己的原则，说国际就是一个什么中国，怎么样？他屁啊！你今天很多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的、啊。他好像感觉他是要破坏国际规则，他当老大。对啊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现实上没这么简单的、啊。哎、欸。啊。啊，应该讲呀。嗯，对啊。嗯。多少天啊？六千。对啊，啊，东岛说要讲点帮助。哦。嗯，那他东岛，他在意外不止钱呀。这个我看第二遍了。迎香客入住街，就是说不能给他去睡香客大，怕群聚感染啊。他可是这样好奇怪，睡在街头。
他没有他今天嘉南皮卷不会有农业，所以说他们是一定是收了更多。他胡搞瞎搞。啊，我搞一个炒手，安炒手。有点在那个类似说山洞，山洞那些什么。山洞那是仇恨，本来没有仇恨，大家都不会吵架。啊，可是这是有些人喜欢这样。说共产党他没有教人，他只教人家恨对方，他没有恨，也要制造仇恨出来。他搞得大家没受。他们国情很奇怪，怪国情。然后你看唱歌还要装一副，很奇怪。我们根本没办法适应这种。不是啊，我们本来没有恨你，啊，你没事去挑恨干嘛？没有，你就无处惹尘埃，何处惹尘埃？就是神经病。我好过巴西啊。你们讲说我们要睡觉，我要吃饭，我其他我都不要。睡就吃饭，你不要这么搞一些有。啊，他们不用，他们吃饱喝足啊。啊，他吃饱喝足是你的事啊，你不要。他就找别其他人陪葬嘛。莫名其妙啊！哪些人不爽呢？你看乌克兰呐，都是兄弟的，为什么打成这样子？一股恨嘛。
这是一定是有人先惹对方，一定是没有，有的根本没有惹。南斯拉夫也是啊，南斯拉夫他们敌人都一样，有的姓富士。这一次是俄国自己主动去，还有黑的主动赶紧去笑啊，他导致人家这么爽就打了。这次好像比二战还强，比二战的时候还强。为了什么比二战还强？然后两台车打一台啊，打一个人啊，砸车，然后就是在其他人，所以说就是，本来不希望有恨的地方，到处都是恨。这个问题就会产生社会问题，社会上一旦习惯了，要不然你看怎么会有放权的吧？在那边的轿车挡风玻璃破损之中，内层车门零件已被打坏。深夜时在看守所门口大打出手，也是因为纠纷。被打的两名男子是诈欺通缉犯和共同犯人的分身，在高南公路地下厂办结果无法性中毒。两人先行开车从高速公路逃跑，八人解决在后。下个镜头就到两个人一同被送派出所求救的，还是被追上了逃跑的战后。他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、啊、就是酒吧看对眼就搞起来了、啊。那是电影还是？那个连续剧啊，美剧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胖虎会不会胖虎？胖虎，我们那边就是自助的啊，没有帮人家服务微波的。为什么现在改自助？就是说避免接触吧。你本来就忙不过来，你还去帮他弄西。以前还帮你们这样，啊，现在就是一个，他还不想多请人了。对方说我有枪了，牛肉面要，老板一碗牛肉面内用。
警方证实，冲突当下有人证报案，在不当他们抵达现场时，已经逐渐持棍拦。分别里面男子用了棍子一路又上车，连判最少两人。哦，好粗。嗯。不是因为长得不错。老板，两个三角，一个大杂酱的面，外带。你们两位呢？刚刚还有一个在玩家用准备要过关的时候，突然间失控了，人家本来好好的，突然就歪歪斜斜从侧上对面迎面来了一个女生，当场的情绪是这样。昨天的失误，就是把它凑一凑啊，一起抱啊。啊。俄罗斯人他们的房子都四十度啊，零下四十度五十度啊，没错，能够活下来的都是有抵抗力啊，我一般人的话，你能动一下，就像我们现在四十度有时候受不了啊，十几度是啊，你遇到这种怎么办？那只要有动啊，那之后只要像你遇到这个十几度你也受不了。可是我们那一年去日本就觉得没什么、啊。他们这边，那可是你十几度，你是受不了。啊，可是说那个时候去好像是，你看，2014嘛，到现在2022啊，几年六八年前，40岁，我现在没什么，啊，现在有时候就容易怕冷，很奇怪，还是你身体退化，老就是老了，老讲不了啊。然后是你觉得没什么，我不也不信的回来闹事。你进去大奖会处理那个确诊者，我不管他、啊，地可能要筛检，哎、欸，都不知道，我都还要隔离，我都不知道，太危险，你必须，我都不知道，跟你讲嘛，跟你讲都是无法度啊，你看我们都有病嘛。
他只有说你病还硬。小姐就去那边啊，他现在我确诊了，我不用工作了，我给妈妈讲啊。你看嘛，他白天就是整天浑浑噩噩啊。哦，生病了，我想。他、啊、能干嘛？我以前生病就是这样子、啊。你在怀疑他到处跑去吗？那、啊、就是说，他没有，他只是到处跑去玩。嗯，应该是到处跑。他到处玩，他其实没有人要鸟他。我今天要上班，啊，我上小李，我来熊包，你来在短沙小。你不是说他上过跑步人生？对，找他同学什么的，很现实的。我们今天有工作的人，你像我们吃个饭，等一下又各自睡觉了。那、啊、他还是他到处去玩，啊、他就是穷极无聊，就跟周世轩一样啊啊！本少爷找个书童来玩啊。他、啊、每次说到处去玩，他比如说我做的比你好，但是说他心里是空虚，因为现实中没有人要鸟他。如果说你是个生意人，你怎么知道你好看回应？啊，没有啊，啊，这是很现实的。我今天在职场，我有家庭，我有工作，我干嘛理他？无所事事。他朋友也是都理他。啊，你就是应付嘛，很现跟他一起出去啊，对，就是、应付一下，剩下谁理他了？这没怎么听。这个就是现实嘛。嗯、包括我今天也只有你能够讲话。老王他这个时段照顾妈妈，要买便当。阿狗要睡觉，找越南妹啊。他说有机会没有，张俊明要睡觉啊，还要打麻将啊。那阿青也没有，他直接上班啊。他上班，他懒得理我。我给他送个饮料，根本就只换一句谢谢而已，我就赶快走，我不敢在那边晃啊。他也怕死啊。对了，好，对，那个就确诊者都在这。就在未来未来啊，就是说这个是怕死。啊，都跟你讲啊，哎，三个小那个才三公里都行到肚筋啊，那个搞什么状况？表示肌肉没有力气嘛。表示他平常没有在那个。没有在运动嘛。哦，云林放射的足迹，云林的十五分钟，交通中正管理局要求师生全得打满三剂疫苗。后来最后在这边天气的时候，我们要跟台湾保持全程的战略协调。大甲妈祖云端现遇到由于确诊者群聚重叠，让大家更加谨慎，不要再口袋满在多多运动的范围内手也找不到。好，在这一带大家的注意力哈，主动是在迎接小心小心。到处都是足迹，他就根本就不用理的。然后新北就不通知，然后要不要上课上班不知道。要估计都不通知啊，因为我们不能搞封城啊，封城搞跟大陆一样啊，没有物资，我没有物资，我来靠腰啊，就这样子、啊。没有啊，我们土地小可以。只是他们土地大搞得不行，不是啦，他们都被贪污掉了、啊。这一次有一个高官的遗孀饿死啊，那是他们啊，所以说搞了几个官都没用。我觉得我们台湾土地小，没问题。没有啦，不要玩了。你希望吗？你不希望吗？我也希望玩，因为我不想确诊。没啦。我今天没有收入嘞，我不想确诊，我生命、啊、但是你有的吃啊，生命比较重要。必然，你他妈逼，你今天没出门就没收入了。对啊，你要选择死还是那个生命？啊，我至少要收入啊，不然我怎么活啦、啊？可是我比较你要颠倒逻辑嘛，生命比较重要。啊、所以说你就胡搞笑，跟柯文哲王八蛋一样嘛。啊，我要封城。我觉得我不心疼他，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你封城，你要有准备。
你美国的封城，就是那种像之前的，嘿嘿，弄 gay 啦，妈的屁都不挂，因为我不想确诊啊，屁话啦，那个后排文娘啦，什么叫后排文，那也是屁话、啊，对啊，就是会屁话，因为你这个时候讲的叫屁话，啊、你确实事实上生命比较重要。你都 OK 了，你今天真的讲你不重视生命，就是先要得吃再说啊，吃才能够活下来，没得吃都是假的。啊，哪天如果像你之前问到什么类似癌症的崩溃，啊崩溃后来还不是过来了？那是你运气好。啊，假设真的崩癌症，啊对，呜呜，都在搞。啊，真的癌症你不是完蛋？癌症就完蛋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。等死啊！啊，等死也就在等啊。真的假？所以你不重视生命。哦，对，就是继续玩到挂，不然我当初为什么把那存款都拿出来花？你是有这种想法？我今天工作30年，我是不是可以存几百万？正常来讲，啊，我为什么把它花掉？啊，就故意刷刷的，反正你要一路就死了，就一路玩到挂，因为我没有什么顾忌的啊。原来你家就是顾忌的，能玩能借钱能搞就搞一搞，剩下都假的。那你意思说你连家都不留啊？那家有什么意义？妈妈只顾自己，弟弟也只顾自己啊，我也只能顾自己啊。我就是能借钱。然后你家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管啊？不管了，我也不能干嘛啦。我讲实话，我也不能干嘛。我这个很现实嘛，因为我妈我弟走了，他们买生前契约就处理掉了，那个家就是叫那个清洁队来把之前的。讲的我很简单，就是末日啊，末日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啊。那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子。那这到时候遇到再说嘛。最后人。